是的，刚刚已经有八位学员完成了他们这一轮的竞演的曲目。梦幻城堡里的少女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样，她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颜色，在2020年的夏天绽放着最耀眼的光芒。接下来一组表演同样非常非常的炸裂，我们一起来期待。哇哦，好多气球，是要看什么东西吗？怎么那么紧张啊，搞的。老师们好，我叫张一白，今年十九岁。老师们好，我是陈卓璇，是队内的 vocal 担当。妈呀，这是什么鬼？我天！为什么有这个时候？我的妈呀，那个时候画眉毛。夫人指使。这肚子是怎么回事？王一姐，你比我2年前面试你的时候瘦了多少斤啊？瘦了20斤。one by one, one by one, 一个一个来。为什么要看这段？救命啊！你要唱哪个？不能唱你的口。我怎么那么爱哭？能飞过去唱？可以。我终于看到。小点声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介绍一下，你觉得女团的前景如何？女团嘛，就是感觉更新换代很快，而且对年龄的要求也还蛮高的。这是我23岁的时候说的，对年龄的要求很高。就我想了2年，就是我不服。再次回到这个舞台上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，我想证明给我自己看，我是否还能被大家所认可。其实说实话，印象最深的还是。就是刚去的那段时间，那真的挺难熬的。那一年感觉过了几年。那开始参加路演，有其他的演员一起，然后很明显的能感觉到，可能对着我拍照的人会比较少，甚至被保安说，工作人员不能往这里走。希望今后的我可以有自己的，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。好的，我去了。看完了以后怎么说呢？哎，我去天台喊话了。哎呦，山清水秀，风和日丽，前面还有一片小湖。啊，上面的风景真好。我希望未来的赵爷不要再胆怯了。我再也不要单手碰明了。总决赛的五和歌太难了，救命啊，学不会。我愿意拿5厘米的身高换我90斤永远吃胖。我反省了一下我化妆的技术，的确需要改进，但是说我丑的那些人，你最美，你最时尚。哼，我不知道喊什么。哎呀，我喊啥？啊！我不哭，我没事儿。爷爷，天上也有电视吗？我站上好大好大好大的舞台了，爸爸妈妈和奶奶都看到了，就差一个你了。女强人，然后保护我吗？我再也不想做配角了，我想永远站在最最最前面。结婚21年了，你是不是也该对我主动一下了？我想要重逢。我不再是个 solo 女歌手了，我是个全能唱跳女艺人。啊，我能唱个山歌给大家吗？成为大家心中那颗月亮，成为大家心中安心的那个存在。月亮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是被我喊出
认可了，你很棒，陈卓璇，放过你自己吧。总决赛、进前三，那属于你自己的光芒。